市夜市还是有人潮。系啊，都系有啲人一齐嚟呢度食嘢啊！观光客来好像都一定会来这个罗东夜市。威哥，这个葱肉串也是宜兰很有名的美食，我们要不要吃吃看？好好啊，我嚟嗌一个，嗌一串。好，小心吃哦。好。啊！哦哦，徐松，我觉得这家很厉害，它的肉烤得很，就是很香，而且它里面的葱是那种香甜多汁，它的葱味还有融进它的肉里，然后我觉得老板的那个烤肉酱蛮特别的，它有特别的香气，而且上面还撒这些芝麻，就可以更带出整个肉的香气。哦，系啦，我見到老細啊喺度搽啲烤肉醬同埋呢個芝麻咧，我就聞到超香。很香，嗯，我覺得咧，佢咁樣撒完芝麻，有一種漢堡包嘅味喎，唔知點解。我一直咧都聽聞呢個三星葱好出名啦，但係咧，我覺得個味好特別啊，因為三星葱嘅味道咧同我哋平時食嘅唔同，佢係再香啲啊。对，还有个特别的香气。嗯，呢个超级犀利。对，我们找到一家很厉害的葱肉串店。啱啱啊，系咁有人排队啊。对啊。嗱，呢间咁犀利啦，咁你下一间口袋名单点样呢？我们再去下一家。好。哦，犀利啊！开姐。落咁大嘅雨，上岸都坚持要食到嘅嘢。就是呢個宜蘭的谷肉，我都是第一次吃啫。落鍋要用高温油炸，等啲豬肉條浮起上嚟，齋睇我就流曬口水了，吃起上嚟個皮就好酥軟，但係個餡口實得嚟又好軟熟喎，係好衝擊嘅口感啊！一陣我哋要去吃上岸最後一味許願嘅夜市美食啊！哇！嗱，呢個啊，其實我同佢好熟噶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台灣四周圍都有得食呢個。對，但是它是宜蘭的名產。嗱，啱啱咧就嗌咗三球冰。哇！看起來很好吃。啱啱我哋嗌三個味道。嗯。雖然佢係純白色，應該係牛奶，但係咧，應該老細冇將嗰個洗一洗啊！佢有呢個百香果味，所以咧證明呢三球咧真係唔同味啊！嗯，好像它那種花生粉香香酥酥的氣味混在裡面。哦，所以你覺得個精華就係呢個花生粉？對。個花生粉咧，我見到老細喺嗰度自己磨嘛。對，很羨慕的，把它當作結尾，我已經非常滿足了。我们吃完这个，我们就回营去睡觉吧。好，嗱，呢个饭后甜品交俾你啦，咁中意食。好啊，减肥又满足啦。哇，咁满足嘅，都唔理我嘅，出去出去出去。琴晚瞓得好唔好啊？这是我们的早餐吗？冇错，呢个就系我哋今日嘅早餐，小米粽。小米。冇错。哇，是原住民的特色嘅美食。外层咧有啲似我哋食粽嗰啲叶啊。嗯。但系出边，诶入边呢个咧黑啲啊，黑掹掹喎，点开咧？哎，还是它是可以直接咬的啊？你不敢？你怎么那么挑食啊？我敢饮杂，要不要试试看？那我试一口。太闷了。没关系，我试试看。嗯，它可以直接吃的。真的？会脆在这边吃这种早餐还蛮特别的，早餐就对啊，早餐就吃小米粽。我而家暫時食到嘅咧，就係佢出面嗰層係薄薄地嘅一層小米啦，跟住佢就係加咗啲，應該係有少少黏黏地，有啲似芡咁樣嘅嘢。跟住咧，入邊嗰嚿豬肉咧，就有啲似
我哋平時食呢個肉包做早餐嘅，所以咧佢咬落咧唔會話太柴，跟住豬會有啲 juicy， 跟住咧啲豬肉嘅汁就吸咗喺啲小米上面。